好的，请合掌。我先吃本贤师、光明师、各位律师、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节的题目呢，还是跟昨天一样，蜜桃住院的开示啊。昨天呢讲了一半啊，解释一半啊，还有很多没有解释的，人家要我把它解答，有很多问题要解答。这里有几个问题啊，我先解答一下，我们再来讲啊。你的问题都差不多都一样，我那咱把它归纳起来。这里有这么问啊，他说呢，天道和阿弥陀有什么分别？我已经求到天道了，还可以念阿弥陀佛吗？所谓天道是一贯道是吗？这个佛法啊，是一种佛的教义方法，佛教是佛的教义，不管是哪个宗教都可以皈依佛门。佛还没成佛的时候呢，印度有96种宗教，有96种宗教，比现在我们地球还要多，比现在的这个宗教还要多，96种。有的宗教呢修得很有成就，很有成就。所谓很有成就呢，就是有很大的神通，但是呢没有智慧，不能了生死，没有断烦恼，可以修到回想回回想天，第28层天。但是呢，还不能了生死，福报享尽还是会堕落下来。在佛成佛以后，这96种宗教呢，就来归顺佛的这1250人际，这一些弟子呢，都是从外道进来的。从外道进来的，所以不管哪个宗教啊，闻道佛法都要把它改过来信佛教，不要再沉迷在那个什么天道了什么道了，都没有用。为什么没有用呢？不能了生死，不要沉迷在那边。有智慧的人赶快要改过来啊，不要再沉迷那边所以任何一个教都可以改为信佛，因为佛教才会就近来断烦恼了生死，其他的宗教不会好比说花宴皈依佛教的是公开的，不是秘密的什么灯点啊，才能念那个三宝，什么河陀寺什么贤观河童印什么无太和弥勒什么才能讲这个呢，故弄玄虚的，没有那么什么秘密不秘密的问题，佛教都是公开的。传给大家啦，还要秘密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知道了就赶快改邪归正改邪归正，不要沉迷在那边。这里有人问，我母亲得老人痴呆症，要怎么帮助她？也有人问，
弟子的哥哥病重在医院，不省人事，已有两个多月，请师父弟子该怎么帮忙他？像这两位呢，病都已经很重了，有的痴呆症，有的呢昏迷不醒，我们这个人啊最怕就是痴呆症，或者是昏迷状态，昏迷这么久，死不起，活不来。这种人是最痛苦的人，死不起，活不来是最痛苦的，什么都要人家俯视，大小便的人家俯视，洗澡要人家俯视，吃饭要人家俯视，真的活得很痛苦，死要死不起，活又活不来，世间最痛苦的人就是这种人。那么要怎么办呢？你再去看他的时候呢，最好从胸口这里把它稍微这样搓一搓，打一打，给他念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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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你跟我念阿弥陀佛，哥哥你跟我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念。练了几声以后，练差不多十声以后，就给他身上的冤亲债主鬼魂，教他练这个往昔所造之恶业，教他发誓王誓愿，给他练三字规：自归法、自归法、自归身。练三字规，按照皈依的方式这样把它练。你们这些鬼魂呢，不要再缠他哦！你们要离开他的身体，拜我念佛到极乐世界去。然后呢，就在他的胸口，这样打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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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五分钟，他的心就会开来。然后呢，求阿弥陀佛，我母亲如果还有命，就让她醒起来，不要痴呆症，不要昏迷状态，能走路，能拜佛念佛，用功修行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如果没有命，要恭请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大慈大悲，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莲花化身当大菩萨。这样讲，这样讲。然后呢，就拿了一个念佛机，念佛机，去买一个耳机，念佛机呢，另外有一孔插耳机的，你自己就先听一听，声音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，太小他听不到，太大呢他会痛苦，你自己听刚刚好就好。就把这个念佛机呢，这个耳机呢，就放在他耳朵里，那耳机啊，24小时，那个念佛机插在电源里面，24小时他都会念，这样呢，一个礼拜就会走，如果还有命，一个礼拜就会醒起来，这样懂不懂啊？你们回去试试看哦，很管用哦，有些人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助念时要念观音圣号，还是念阿弥陀佛？要念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哪念助念什么？观世音菩萨哪念就念什么，观世音菩萨也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哪念就念什么，念阿弥陀佛，
昨天有没有讲这个给你们听呢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啊。我到那个屏东，台湾的最下面那个乡镇啊，就是屏，在那个县市，就是屏东市、屏东县啊，有一个有一个居士呢，64岁了，60几岁啊，他得了猛暴性的肝癌。猛暴性的肝癌，所谓猛暴性的肝癌就是很快发作的，很快啊啊！我第一年来你们马来西亚是到东马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今年不晓得第几年了啊！第一年来到你们马来西亚是到东马，雅比啦、三大根啦、古晋啦，啊，来了10多天。好比说明天就出发了，啊，他得了猛暴性肝癌的，他的女儿呢，本来他的女婿跟女儿都要跟我到这个马来西亚来。啊，结果他爸爸得了猛暴性的肝癌，就不敢跟我来，只有他女婿跟我到马来西亚来。他女儿打电话给我，叔啊，我爸爸得了猛暴性肝癌，你来把他加持好不好？我说我明天就要出国了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呢？因为很远，到那边去呀、啊。开车呀，3个钟头以上，很远，啊，来去要6个钟头，也太累了。我说啊，我们悄悄好了，让他活到我回来的时候才死掉了，啊，你们把他先把他练好，让他开始了，啊，结果我就到马来西亚来了，回去的时候过3天就过年了。我打电话问他，你爸爸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？他说很严重，现在在台南，准备在台南啊进那个成功医院啊，说啊你赶到台南来给他加持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那个台南要把他加持啊，让他开示。我说啊，我们的身体是假的，地水火风五蕴合合的，不是真的，才会老会病会死啊！医生说你这种病呢、啊、是猛暴性的肝癌，现在全世界的医生啊，很可能是癌症是没有药医的了啊，真要医假病，真病就没药医的了。啊，何况您这个猛暴性的肝癌，啊，你要赶快念阿弥陀到极乐世界去。这是医生得了肝癌，他也晓得不会好的了，啊，这样把他劝了以后呢，讲了这个念佛的好处，念一生哦，其实是有没有一朵莲花，莲名就在标上上面，越念越大越光明，到时候我们命中的时候。阿弥陀拿莲花到我们面前来，我们魂出来就坐在莲花上的往生极乐世界。他越听越高兴，越听越高兴，他在给他的大女儿讲，他说那我不进医院了啦，带我回槟榔，我要念阿弥陀佛了啦，我不再活了啦，太痛苦了啦，结果就回去了，回到屏东去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过了10多天，农历的过年，过年以后呢，过了2、3天就过年了，然后过了11号就死掉了，农历的11号就死了，死了呢，他女儿呢
要我到那边去给他开始住院，我就去了。哎，去了看他呢，啊，他们都有给他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啊，嘴巴笑笑的，啊，脸色很红晕，啊，我就给他讲，我说你要师父再来给你开示哦，我已经来了，啊，你笑得不够灿烂，啊。啊，笑得更开心，等一下师父要看你有没有笑得更开心更灿烂，我就把那个头上一边把它盖起来，就把它练了啊，开始以后练了以后呢啊，就把那头上一边啊掀开来看他真的笑得很灿烂很欢喜啊，我就回来了。那一天晚上，啊，那天晚上呢，嗯，过了三天，他有三个兄弟，他是老大，老二跟老三呢，他们，嗯，祖先留下来的地呢，就分成三块，一个兄弟一块，啊，一个兄弟一块，他们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啊，他们呢就在那地上，个人盖了一栋房子，个人盖一栋房子。啊，过了第三天呢，他的弟媳妇啊，就给他的女儿讲，他说啊，11号那一天呢，师父开始说那天的晚上。我看到一朵金色的莲花，金光闪闪的莲花，回到我们家里来。我就赶快叫你叔叔，啊，莲花到我们家里来了，莲花到我们家，你给你赶快起来，啊，赶快起来看，起来看，啊，把他先生叫醒了，让他看莲花跑到他家里来，啊。一醒一看，莲花没有了，啊，莲花跑掉了，就给他讲。到了第五天，啊，他大女儿呢要去问他的婶婶，你看到莲花有没有看到我父亲做着莲花？真的好像没有看到呢，只有看到莲花。我赶快叫你叔叔，你叔叔醒来要看的时候都看不到了。正在讲的时候，啊，他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，讲话讲不清楚，台湾话叫做咿哦，咿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光为咿哦咿哦，啊，这个声音就叫咿哦咿哦，就叫做咿哦。哎，声音呢，硬哦硬哦，啊，智慧呢，只有国小的智慧，啊，嗯，因为这个样子呢，就没有出嫁。他说：“你们在讲什么？”说：“我们在讲，啊，你妈妈看到莲花，我是问他有没有看到你伯伯。”他说啊。我都看到了，我都不敢讲，啊，我都不敢讲，啊。他说你看到什么？他说啊，那一天晚上啊，我看到阿弥陀佛到我们家里，到我们这里来，吼，那个身体啊，顶天，很大尊，那个脚啊，就像我们冰冻树那么大，那个脚。啊，冰冻寺啊，可能也有30-40万人的都市啊，他脚啊就像冰冻寺那么大，你看大大不大尊啊，很大尊哦。啊，他说阿弥陀佛啊，金光闪闪的，哈、啊，很很庄严，很庄严，没有办法形容。这里呀、啊。会放光，额头啊很大，垂到肩膀来，人家画的那个啊，
根掉的这个都太小了，都太小了。啊，他的耳朵呢，画的根掉的都太小了，很大，很庄严。住那个大莲花，你看那个角就像槟榔树那么大，那个莲花已经很大，大莲花，啊。莲花上呢很多宝石，很大的宝石都放光。他说啊，嚯、哦，哪一个回到台湾啊，一定是大富翁，啊，那想要哪一个？阿弥陀佛知道，阿弥陀佛说你不能拿哦，说这样比，这样比叫他不可以拿，啊。啊，那我看到阿伯哦，看到伯伯，啊，变成很年轻哦，像二十几岁娶啊伯母的时候那种二十几岁的形象，就像那么年轻，啊，照着红色的莲花，笑嘻嘻的，很高兴，啊。嗯，要看到阿弥陀佛，嘴手伸得长长，莲花一朵一朵一直放下来，一直放下来。嘴手呢拿着念珠，啊，他堂姐问他念什么？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极乐世界大地都是黄金为地，树木都是宝贝的放光为。越看越庄严，他在给阿弥陀佛讲：“阿弥陀佛，我要住在你这里，我不回去了，要住在你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不行的，你寿命还没到，还要回去度众生。”哦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他说：“太苦了啦，我不回去了，我要住在这里。”啊，他说。你寿命还没到，寿命到的时候我再去接你，你要先回去。他说人家都看不起我的，我讲话都不清楚的，硬哦的，我胸口啊很闷的，啊，很痛苦，很闷的。阿弥陀晃了一道光明照下来，胸口就不闷了。啊，我这一直讲了很多，啊，所以呢，阿弥陀佛哪念珠也在念阿弥陀佛，所以虽然平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死的时候呢，本来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会来，也会来接引。啊，有一本经叫做《佛说阿弥陀秘密神咒经》，这本经里面这么讲，阿弥陀佛呢叫种子，种子。啊，他说阿日啊，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。那个阿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就等念十方三世诸佛。弥日呢是十方菩萨声闻缘觉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呢，就等念十方世界的菩萨声闻缘觉。投入呢是一切精华，也就一切经典啊。一切座椅，一切行门，啊，如出弟子，啊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，就等念十方诸佛，等念十方之菩萨声闻缘觉，等于念所有的经。很多人喜欢诵经，喜欢诵经，有的法师呢。这要人家诵经，诵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啊，什么叫做法的种子呢？所有佛讲的法，
都能够背下来，持而不忘，这样呢才叫做总持。佛所讲的经典很多，我们净宗道场那边就有大藏经，您进去看一看啊，很多部的人啦，里面文路都很小啊。我们送一本，我们现在人所送的没有几本经，还不是我们净土中的阿弥陀经啊，啊无量寿经啊，啊乃至大师之念的圆通章啊，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啊观无量寿经啊，这几本经而已啊。啊一般人呢送地藏经啊，啊送金刚经啊，送般若心经啊，啊乃至于送法华经啊，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啊，这是送这些经典而已。其实佛所讲的经啊，无量无边呢，你一时用看了都看不完，你怎么去送呢？这佛晓得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那种能力，所有的法都是佛讲的，都是佛讲的啊。这佛呢叫做法王，叫做法王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等念所有的经典啊，这样便宜不便宜啊？但是怎么没有拍手啊？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一生等于念十方世界诸佛，等念菩萨圆觉圣，等念所有的经典念一遍啊。所以呢才叫做总持啊。不管念什么，通常呢我们都要改为念阿弥陀佛。我们圆明年寿的早晚课只有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早上三点就起床啊，三点半就上佛堂，我们开始拜佛啊，六点才吃饭。像早上我到这里来啊，我们也是很早就起来拜佛啊，三百拜拜好我们才下来啊。到哪一国都是这样啊，拜惯了呢，那个时候一到就会醒来，三百拜拜一拜呢，身体很舒服。刚才很多人给我加持，我说你哪里不舒服？说我这里痛那里痛，我两个膝盖都很痛。很多人都说他膝盖痛、腰痛，啊，我以前呢、啊，从这个树上掉下来。所以小的时候住在山上，在那个农园可以收获了啊，爬到农园树上帮家里摘农园，从树上掉下来，下面都是大石头啊，没有摔死的。而家里很穷，也没有去给人家看，给医生看。长大呢，到了二三十岁呢，啊，掉下来是十八岁。到了三十岁、三十多岁呢，这个骨头啊都很痛，会诸天纹，啊，要刮风、刮台风、下大雨呢，三天前乃至一个礼拜都会晓得。比气象所还要准啊，睡这样也痛，睡这样也痛，睡这样也痛，很痛很痛的，尤其是风雨要来的时候更痛。到了41岁信佛的时候，
啊，师父就教我们拜佛。我们师父呢，2004年那个行事表，一天要拜300拜。我说我出家人都拜300拜呀、啊，何况是我们在家人？从那个时候起呢，开始拜，拜300拜，拜了拜，拜了拜，拜到最后呢，好起来了。哎，嘉义有一个黄居士，他们也组织一个助念团，念得也很成就啊。他呢出车祸，出车祸啊，这个骨啊，脊椎骨都断了呢，啊，脊椎骨都断了，可能断了好几载呀、啊，啊，两个脚呢，啊，走路都很难走，脊椎骨断了呢，你的脚当然就不能动啊，啊，医生要给他开刀，他来问他。开刀啊，有50%能够好啊，然后50%，50%呢会好起来。啊，那开出去好了吗？他说不是，先给你开一次，过一年呢还要开第二次，里面那个铁呀、啊，要把它拿掉。第一次开呢，里面要用那个铁杆呢、啊，给你固定。一年后呢，把这个铁杆要拿掉。他想一想，跟他太太商量，那50%而已呀、啊，又不能一次就好啊。啊，如果不开刀，你永远不会好。医生这么讲。他是信佛的人，他回来自己想一想，他太太不敢给他做主，他自己想一想呢，啊，那不要开刀了，他晓得脊椎骨开刀很危险的，一不小心就半身不遂嘞，半身不遂嘞啊，他呢，要开始拜佛，不敢在家里拜，怕他太太呀、啊、不给他拜。他朋友的家，啊，旁边有那个栏杆呐、啊，啊，在这个栏杆旁边的拜，守护着，守护着。拜了一拜呢，就好像刀在割他的身体一样，痛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勉强拜了3拜呢，就倒下去了。啊，但他那个人呢，意志很坚强，认为呢，食物也是赖给阿弥陀佛，这种病呢，剩下阿弥陀佛能够医我，医生不能医我了吗？他开始拜了，一天拜，两天拜，两拜拜拜，啊，拜到100多拜，拜到啊，拜到40拜，拜到100多拜，拜到300拜，拜呢，结果拜好了。啊，去给医生看，医生哇，怎么不可思议了？怎么这么快就会好啊？啊，他问他你找哪个医术啊？我说我找阿弥陀了，找哪个医术？所以你们要拜好。脚才不会痛，腰才不会酸，啊！请法师啊，是否可以抽出时间为我们持大悲咒，在现场加持大众？这个都加持过了吗？有没有？哎，如果要想再加持。等一下，我的时候给你们一起加持啊，李教授。
请问法师，以家除后的大悲咒水是否能长时间保存下来？后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还要加持。这个大悲咒水加持以后，就不必再加持了。并且呢，好比说一瓶大悲咒水，啊，一瓶呢，我们买的那个什么矿泉水，加持以后呢，就是变成大悲咒水。你喝到一半或者三分之一，剩下三分之一，你会用这普通的水、普通的开水倒下去，又变成整瓶的大悲咒水。啊，可以这样，啊，这样越来越多，自己也可以持啊。母亲临终助念，如无助念团协助，该如何是好？你们自己念，自己念阿弥陀佛，自己开示，四十九天就把它念阿弥陀佛，他就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自己家里自己念，自己开示。家里长辈想订造七层的寿衣，准备百年归老时穿，请问师父，以佛教观点该如何向长辈劝解？土葬和火葬，啊，有什么利弊啊？这个寿衣呀，啊，现在人家都是做好的，做好的，你把它买一套就可以。台湾一套差不多5000块乃至7000块，啊，有的5层的，有的7层的，有的7件，有的5件，啊。要不要这样穿呢？这个其他的宗教都迷信呢，死的时候呢要穿衣服，气还没断就要穿衣服，啊，其实呢，我们佛教啊不主张这样，我们佛教呢，主张穿我们平常最爱穿的衣服，啊，外面穿海青，这样就够了，啊，穿一件两件乃至3件就够了，不要穿得很重。我有一次给我堂姐助念，我堂姐活到90岁，啊，死了我去把她助念。到他家里住院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孙儿，但是呢也已经30岁左右了。他阴阳眼可以看到鬼魂，啊，他请我去，他有信号。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他本来住在自己的家里。那人死了都要到大厅，大厅是公厅，啊，他们是很大的家族，啊，在那个公厅的大厅里面，尸体放在那里，那魂呢就蹲在门槛的旁边，蹲在门槛旁边，啊，他的孙儿，他说师父啊。我奶奶、阿嬷，我们台湾叫做阿嬷，你们这边叫什么？阿公、阿嬷啊。然后我奶奶呢，蹲在这个门口不敢进去。我说没关系，我牵她进去，我就把她牵她就，啊，你跟师傅进来，我就把她牵进去。牵进去呢，我就把她住院，把她开示。开示完以后，啊，他那个孙儿呢，要在我耳边讲，
说了刚才有一个女小，有一个小姐女魂，她说呢，我要叫她阿姑，我要叫她做阿姑啊。她说啊，我穿这个身体很重，穿那个衣服很重，我穿这个衣服很重，我想要穿像师傅那种衣服。我们这个人呢，昨天穿的袈裟，轻飘飘的啊。他说呢，我穿这个衣服很重，我希望呢穿师傅的衣服。他就在我耳边这么讲，是啊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我有没有姑姑死掉的？我说有啊，你奶奶也生了三个男孩，可能生了呢七个女孩，生了女孩以前没有结义，其中有一个呢还没出嫁就死掉了啊。我知道有。他说那么这个是真的吗？我说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关系，我等下啊一起给他开始啊，我再给他开始啊。某某，你死了那么久啊，还在轨道里面哦，痛苦哦啊，今天有叔叔的一年，你妈妈死了啊，师父呢来给他开示，因为他要叫我舅舅啊，我出家了，他晓得他因我要去给他开示，他要叫我舅舅啊啊。我说趁这个机会，师父给你开示，你要跟我们念阿弥陀佛。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即是有莲花哦。阿弥陀佛啊，没有分别心啊。祝你妈妈也会连你都住到极乐世界去。到那边去穿的衣服呢，比师父的衣服还要轻飘飘。经上这么讲。啊，听说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衣服称一称啊？有没有啊？我冬天的时候衣服脱起来把它称称看，一公斤以上，冬天的衣服比较厚，一公斤以上啊。我看那个经典里面这么讲，第一层天所穿的衣服啊，三钱的样子，三钱的。到第二天所穿的衣服呢，好像是一钱的样子啊。第三层天呢，夜魔天的人穿的衣服呢，是七株，七株，不到一千，七株。越上面的天穿的衣服越轻啊，没有一千重，身体很高大啊，好几十丈，衣服很大。担得很轻，极乐世界衣服就是这个样子，轻飘飘的啊。但你到极乐世界去呢，你呀、所穿的衣服比师父这个衣服还要轻，你要赶快练好啊。这个寿衣啊，穿也好，没有穿也好啦，最好是穿他平常喜欢穿的衣服啊，再来给他穿海青就可以了。火葬好，或者是土葬好。以前没有火葬，就用土葬，啊，现在呢有火葬了，都可以用火葬，不必用土葬，啊，火葬比较卫生，啊，也比较省钱，也比较省事，啊。
若是百分之百往生极乐世界，若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可以往生世界，那么人是不是可以生前不守戒、不修行？怎么可以啊？不修行、不守戒，下到阿鼻地狱去受苦的啦！我们任何的人守戒任何，所谓老实任何不要犯戒，就是老实了。你任何你不老实，什么戒都犯。你休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犯罪了，故意要犯罪了，怎么可以呢？佛也不能救你啊！我们要守戒，尽量守戒啊，守好。要悔换，就赶快忏悔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一定要守戒。初念当中，假使闻到佛号会哭害怕，走出屋外，为何会有这种情形？就是他身上有鬼魂。你可以用我们加持这一杯大悲咒水，我们使它里面灵堂这个尸体都要洒净，不要吃一杯，最好呢多拿一些矿泉水出来，出来以后就变成大杯咒水，万一有这种情形呢，让他喝一杯，让他喝半杯，然后按照师父刚才教你们的，压一压打一打就好了，就好了，请问法师，诸念当中念佛要除咒吗？要除什么咒？诸念完了要叹热吗？如果有热，要怎么咒？这个昨天有没有讲过啊？有了就不必再解释了。请问师父，我们要怎么跟家属开示？这个法心书都给你们讲过了嘛，有没有？这个就不要再问了啦，他给你们讲得很清楚的啦。我们年老要什么态度利益亡者？这个稍微给你们讲一讲好了。我们给人家助念呢，要抱着什么态度呢？有一次我在莲社，我就问他们，问那些大居士，会修行的竟然跟师父出去助念的，我问他们，你们都抱着什么心态去给人家念阿弥陀佛？他说：“师父。”我的觉死的人呢，如果懒的，我说观想呢，这个懒的呢是我的父亲，如果是母的，如果是你的，这观想这个人呢是我的母亲，我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心情把他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不错的咯，是吧？自己的父母亲死了，你给他念阿弥陀佛很好啊。问其他的人讲不出来。我说啊，这个不太彻底，不太彻底。最好呢，死的那个人是我，不是别人。躺在那死的是我本身。我如果不念到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今生就六道轮回了，就下三恶道了。你用这种心情来念，比你是父母亲
很贴切啊。我们自己死在那里了嘛，你不赶快念阿弥陀佛堕落下去了嘛，你就会进行念啊，就进行念啊。我听那个显明老法师讲经，他说我们出现要报什么事呢？他说啊，他有一个句子啊，我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咒他人，渐渐轮到我。啊，我看别人死呢，我心热如火，心里很紧张啊，很紧张，很悲切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咒他人，渐渐轮到我，总有一天我还是倒在那里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给人家助念呢，不要以为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已经死在那里，人家给我助念，不是我去给人家助念的。用这种身体来念呢，绝对很相应啊。再来呢，要怎么会利益众生呢？怎么才能利益众生呢？这个众生啊，众缘而生，众处而生，众死而生，叫做众生。众缘而生，一切因缘和合，我们才能生这个身体。众缘而生，众处而生，我们走到哪个地方，地就照到哪个地方。我们今天是今天已经信佛了，大概不会造恶业了，大概的啊，恶业可能不敢造了。还没信佛以前，跑到什么地方都在造业。好比说，我今天没有信佛，我从台湾跑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怡保来。因为我没有信号，所交的朋友就没有信号。啊，我昨天来，你们这些人要带我到那个餐厅啊，素食餐厅，啊，去用餐，请我。如果我没有信号呢，他会不会带我那边去啊？我想不会的，我也不会去的啦。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大鱼大肉的地方啦。喝酒啦，吃肉啦，啊，嫖肉、嫖毒啦、淫啦，什么都来了。在台湾造业，到马来西亚也造业，啊，到怡保来还是造业。说我们反复啊，跑到什么地方都造业。我们什么时间都在造业。今天的造业，明天的造业，前天的造业，上个月造业，这个月造业，下个月还是造业，去年的造业，今年造业，明年还是要造业，重生造业造到死了。所以死了呢，绝对躲在三恶道里面，不能超生的了。这随缘而生，随处而生，你在什么地方造业，你就有可能死在那边。你每个时候的造业，你就有每秒钟都能够死，都会死啊。我住在台湾，不一定在台湾死的，哎，好比说来到你马来西亚，你死在马来西亚哦，哎，有可能哦，不是不可能哦。很多人去旅游都死在外国啊，啊，这随处而生，随死而生。这人好好的走在马路上，车子一撞撞死了，好好的也会死，啊。所以我们去助念要抱什么心态呢？你们听好哦，听好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啊。我们住在哪？在哪一句？啊。
慢慢练。哎，练了我们的观想，观想我在念佛，大家都在念佛，在那里灵堂里面的人为亡者助念啊，我们呢跟家属啦，大家都在念佛，亡者也在念佛，我们坐这个椅子也在念佛，这个传僧嘛，坐的椅子也在念佛，大地在念佛，灵堂都在念佛，整个皇殿都在念佛，整个医保都在念佛，整个马来西亚都在念佛，整个地球都在念佛，到了是吗？那么我们休息一下，时间到，还换袋子，阿弥陀佛。